路向着的爱发界主梦。
祈得王
有供养此等知之僧者，现在父母其实父母六种亲疏得出三途之苦，应是解脱一世自然。若复有人父母现在者，福乐百年，若遗忘其事，父母升天，自在化身如天华光，受无量快乐，是佛持十方众生，皆现为是诸家咒怨，其事父母心禅定义，然后受持出受盆时，先安在佛塔前，众生咒怨尽，便自受持二十目连比丘，即持大慧大菩萨众，皆大欢喜而目连悲涕起身，释然出灭时是目连起目，于是日得脱一切恶鬼之苦。尔时摩连佛拜佛言：弟子所生父母得蒙三宝功德自利，众生为生之利故，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行孝顺，则一应奉持盂兰盆救度现在父母，乃至其世父母，为可恶佛佛言大善快闻。我正欲说如今复闻，善男子若有比丘，比丘尼，国王太子王之大臣，宰相三公百官万民俗人，行孝持者皆因为所生现在父母，过去其世父母，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生之子日，以拜为因师安盂兰盆中，是十方之子生，其愿便是现在父母，寿命百年无病，无一切苦恼之患，乃至其世父母离恶鬼苦，得生天人中，福乐无极。佛告诸善男之善女人，是佛弟子修孝顺者，应年年中常以父母供养，乃至其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，常以孝顺慈以所生父母，乃至其世父母，为作盂兰盆是佛寄身，以报父母张扬慈爱之恩。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十法，二十目连比丘，四辈弟子闻佛说说，欢喜奉行。佛说盂兰盆经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为国，其数即故度愿，大目犍连四德流通，欲度父母报如不知恩，即以道眼观世世间，见其亡母生恶鬼中，何见一时毗婆连理，母连悲哀即波成凡，妄想其母母的波凡，便以左手掌翻，右手团翻，是为入口，化成火炭，虽不得食。母连大叫悲号啼泣，此患拜佛即成如此。佛愿入母罪根深切，非汝一人力所奈何。如水孝顺生动天地，天生地生邪魔外道，
道是四天王身，亦不能奈何，当须十方众生为身之力，乃得解脱无尽，当为如所求其之法，令一切难解离有苦罪障消除。佛告牟尼，十方众生于七月十五日生子之时，当为其师父母及现在父母而难种者，俱犯拜为无过，即观喷其香油钉住床覆卧具，即是甘美一座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生，当此之日一切僧众或在山间禅定，或得四道果，或树下静心，或流通自在，教化声闻缘觉，或是地菩萨大人，全现比丘在大众中皆同一心受波和罗凡，具清净皆身中知道其德王样，其有供养持等知之身者，现在父母其是父母六种亲属得出三途之苦，因是解脱一世之然。若复有人父母现在者，复了百年，若遗忘其是父母升天，自在化身如天华光，受无量快乐，是佛持十方众生皆现为是诸家咒曰，其是父母心禅定意，然后受持出手盆时，先按在佛塔前，众生咒愿经编自首时，二十目念比丘即次大会大菩萨众，皆大欢喜而目念悲涕其身，释然出灭时，是目念其目，具一世日得脱一切恶愧之苦。二十目念佛拜佛言，弟子所生父母得蒙三宝功德之力，众生为身之力，故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行孝顺者，一应奉持玉兰盆，救度现在父母乃至其世父母，为可而复佛言大善快问，我正欲说如今复问，善男子若有比丘，比丘尼国王太子王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万民俗人行孝持者，皆因为所生现在父母，过去其世父母，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生至之日，以拜为因师，安于兰盆中，是十方之子孙，其愿便是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，无一切苦恼之患，乃至其是父母离恶归苦，得生天人中，福乐无尽。佛告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是佛弟子修孝顺者，应念念中常以父母供养，乃至其是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，常以孝顺持以所生父母，乃至其是父母为作玉兰盆，是佛即身以报父母张扬慈爱之恩。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十方二十目念比丘慈悲弟子，闻佛说
欢喜奉行，佛说盂兰盆经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书记古都院，大目犍连四得六头，一度父母报如不知恩，即以道言观世世间，见其望目生而归宗，不见应是皮骨连理母连悲哀，其波成凡妄想其母，母得波凡便以左手掌凡，右手团凡，是为入口化成火炭，虽不得是母连大叫，背后提起持环白佛，举成如此佛言入目，罪根深结，非如一人理所奈何，如虽孝顺神通天地，天生地生邪魔外道，道是世天王神，亦不能奈何，当须十方众生为神之力，乃得解脱，不尽当为如所救济之法，令一切难解离忧苦罪障消除。佛告母莲十方众生，于七月十五日生之子时，当为其师父母，即现在父母而难终者，举凡拜为无过机关，喷其香油顶住床覆卧去，今世甘美一座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生，当持之日一切身中，或在善见禅定，或得四道果，或速下进行，或流通自在教化声闻缘觉，或是地菩萨大人全仙必求，在大众中皆同一心受薄荷罗凡，具清净皆身中之道，其德汪洋，其用供养此等子之身者，现在父母即是父母，流中亲属得出三途之苦，平时解脱一时之难，若复有人父母现在者，复了百年，若遗忘其是父母升天，自在化身如天华光，受无量快乐，是否持十方众生皆现为施主加咒怨，其是父母行禅定义，然后收拾出手喷时，先安在佛塔前，众生众愿经只收拾二十目莲，比丘几次大回答菩萨众皆大欢喜，而目莲被提起身释然出面，时时目莲其目即于是日得脱一劫恶鬼之苦，而是目莲复拜佛言，弟子所生父母的梦三宝功德自利，众生为生自利，故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行孝顺则一应奉持于兰盆，救度现在父母，乃至其是父母为可而佛，佛言大善快问，我正欲说如今复问，善男子若有比丘，比丘尼国王太子王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万民俗人行孝持者，皆因为所生现在父母，过去其是父母，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生子子日，以拜为应时安于兰盆中，是十方之子者，祈愿便是现
寿命百年不病，不一切苦恼之患。其实父母女儿贵客得生天人从，福乐无极佛告诸三男痴三女，是佛弟子修孝顺，这一年年中常以父母供养乃至。其实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顺此一所生父母，乃至其实父母为作于南盆四佛即舍，以报父母张扬慈爱之恩。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十法，二十目念比丘慈悲弟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佛所于蓝盆经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夜娑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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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弥利多
多婆夜娑诃，南无弥利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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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婆
婆耶娑诃。南无弥勒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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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耶娑诃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叮哩啷